2、1，好，大家好，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。目前我在雷藏寺新加坡，那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师尊文集的读书会直播分享。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红财神心咒，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。我们奉请欢喜天王红财神，再来跟佛那样唱。嗡嘎那巴帝耶娑哈，嗡嘎那巴帝耶娑哈，嗡嘎那巴帝耶娑哈，嗡嘎那巴帝耶娑哈。你们现场可以拍手机，可以看到画面。嗡嘎那巴帝耶娑哈。Om Gana Bhakti Ye Swa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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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na Bhakti Gana Gana Bhakti Ye Swaha 这就是我们的黄梅红财神心咒。 Om Gana Bhakti Ye Swaha Om Gana Bhakti耶娑哈，嗡嘎那巴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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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娑哈。Om Gana Bhakti Ye Swa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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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na Bhakti欢迎现场还有网络同门帮我把这个 video 视频分享出去，分享到社团或个人脸书，我现在也做脸书的直播分享。Om Gana Bhakti Ye Swa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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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na Bhakti耶娑哈，嗡嘎那巴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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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娑哈。好，大家好，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络
直播读书会再宣布一次，今天是第603集的播出。每次我们读书会直播都会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。爱丽丝丹说沉迷于蚂蚁国的，因为上一集有介绍到地狱变现记的蚂蚁国，嘿，那个沉迷在蚂蚁国虚拟世界，这个人就像废人一样哦。那你们现在可以开网路，但是那个声音先关掉，因为这现场已经很够大声了。如果你还听不到，那我没办法。那个同门有讲啊，说沉迷哦，这个沉迷之罪，有人为什么转世会当蚂蚁，白人当白蚂蚁，黑人当黑蚂蚁，红人当红蚂蚁啊？这个是因为再次偷懒，浪费时间，虚耗时光。哦，所以是沉迷之罪啊。那张丰丽哦，这是香港的同门回忆，师尊在书上有写转身到蚂蚁，觉得玩 game 没有什么益处。嘿，你们如果有禅定，有修禅定修得很好，嘿，有这个念经念咒念得很好，可是呢，你手机 game 玩了一些啊，嘿，你几乎你的 energy 都下降了，手机不一定是有的网站还是会影响身体的气脉，这个是我发现的。好，然后所以他不赞成玩电这个手机的游戏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人得到证书，莲花玉梅得到梅花证书。那我们的读书会直播都有回向请佛注释，都有回向台湾空气 PM2.5 退散，空污退散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呼吸好的空气，请佛注释。那我们现在呢是在雷藏寺新加坡啊，今天这个读书会当代法王作家莲生活佛文集的这个空间啊，第二天的，我们的师尊是莲生活佛，你这个这位师父，你有见过我们师尊吗？看到照片，哦，好，以后希望看到本人。哇，我那个今天在读书会之前，我看现在是差不多2点多，我们来邀请，邀请我们那个，堂的主席啊、助教，还有同门来跟大家打招呼，好不好？安娜来，赶快，好，这次这个文集，好，来看到这里，好，头低下来，嗨，这个就是安娜师姐。她说呢，倾家荡产都要推广师尊的书，不赚钱，就算不赚钱都要推广师尊文集，对不对？最好今天每人一本，拿请一本回去。看不到你耶，那你来这里。啊，这个画面看不到。OK。现在有看到吗？哦，他这个只是属于一个标准，不会吧？你还没有，等一下哈，我们中间有点那个怪怪。哪有可能？有啊，我的画面都有看到啊。哎呀，没有，有吗？看到了哦，你那个 delay 啦，对啦，吓死我了。有啦，你那个手机 delay。每一次都是隐形的翅膀啊，原来隐形的翅膀是你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雷藏寺新加坡的主席，还有推广师尊文集的主要的执行，对不对？那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网络直播的同门讲？嗨。嗨，主播大家好，你们一定要大力的推广书中文集，yeah， 还有波叶藏的电子书，藏红波叶藏的电子书，对，然后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今天一人请一本书中文集，就算你们家里有了也可以跟别人分享，对不对？ OK， 拜拜拜拜，谢谢。今天新来的贵宾哈，我们那个瑞智师来，哎呀，跟大家，哦，没有，你只要挥手就好了，来，好，
好，两位法师一起过来，助教一起过来，跟画面挥手就好了。哎，来，哦，哎，来，哎，跟慧慧，好，来，请问法师是来自哪一个道场？我是。哎，来来看画面，来看画面，哇，画对不对？哇，哎，头再低一点。哎，哦，阿弥陀佛，他叫做自私哦。哎，头再低一点，不要，很害羞哦。哎，是来自哪一个道场的？还是？我是来自于参学的，我是来自中国的小寺院。哦，来自中国的哪一省？可以知道吗？福建省。哦，福建省的，哇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来参学的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好好，来来，好，回坐，哎。这里的哎，这里的比较好玩。啊，莲莲法师哎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来，这边哎，你叫秀什么助教？秀兰助教，新官上任的秀兰助教。好，掌声鼓励来。好，这个上广天通新闻台的常客耶，好，掌声鼓励。来来来。现场还有哪些同仁要跟我们网络打招呼的？赶快！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叫莲菊。莲菊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Hello, 大家好。好。哎，来，还有谁？哎，你们的干部啊，干部通通出来，司仪啊。哎呀，110，哎，来，赶快，哎，110，还有那个，哎，那个王东西叫什么名字？哎，谢谢啊，现场的干部，哎，嗨。美丽的主持人110，我跟他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输给他。网络上的金刚师兄师姐们，你们好。哇，谢谢！而且他是这次推广师尊文集的幕后制作嘛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有一帮义工同朋友们，那我们大家一块的呢，在策划这次的活动。哇，好棒哦！非常感谢他们。对啊，我想要邀请他们。全部给我上来。对。啊，艾琳啊，艾琳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艾琳，嘿，还有我们的安德师姐，好，来，赶快，哦，再来，再来跟我们画面 say hi， 嘿，你看我们的同门，哇，一下子已经跳到58个，哇，艾琳，哇，嘿，好，嘿，还有谁？哇，中，我有种被美女包围了，好，谢谢你们哦，好，谢谢，好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还有没有人家想要上来的？哎，没有上来会捶枕头，回去捶枕头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每次这个直播大概有1000-2000人在看呢。哎，好，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哦，我们现场哎，等一下，现场也有一些人上来了，我们的义工也上来了 ，Stan 黄慧元、Richard Jean 哎、赖成华、玲玲啊、荔枝。奶鸡三句话哦，怡宝的佩文啊，甘风丽，还有怡兴啊，台湾的三句话 PCN 啊、哦，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念每个人啊、哦，网络上每个人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，我们再来去地狱神游啊、哦，地狱变现记，哒哒哒，这个我蛮喜欢这本书《地狱变现记》啊、哦，因为呢，它教我们如何忏悔。哦，我昨天讲过，我们每次在拜忏，哇，拜摇地，拜摇地起来，拜摇地起来，忏悔什么不知道，只知道念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在拜忏，到底在忏悔什么？所以呢，在地狱变现记，你就看到了各种地狱的现象，对不对？嘿，今天呢，简单来讲，跟大家介绍，嘿，背着大包袱来爬山。哎，各位同学们，你新加坡有山吗？有什么山？秋什么山？火鸡芝麻山。火鸡？哦，乌鸡。你不是乌鸡还是火鸡？啊，光明山，哎，这个我就乌鸡啊，乌鸡花的乌鸡。母鸡。五四的五，五级山，五级芝麻，为什么加芝麻？现场一片混乱。哦，花，翻译的音啊，啊，反正新加坡有山就对了。
大概300-500了哈，300-500公尺嘛，对吧？你们那个山多高？不知道。181层。581层，哇，那哦，581尺哦，大概台湾的大屯山的1/3，大概台湾阿里山的1/5。small potato chips， 好，反正就是那个，好，那你们去爬山会背很大的包包吗？对，我没那么少，通常都是通常都是车子开上去，然后走一下，年纪大了、啊，不过以前是我蛮喜欢爬山的，台湾的大屯山爬过，那个七星山。那个拉拉山、阿里山，那个脚板山、满月园，台湾的山蛮好玩的。台湾那个拍那个赛德克巴莱的景点，在马告宜兰的那个山是保留最原始的。不过那个阴间也有爬山，那爬山呢背着大包包来爬山，哇，师尊也在阴间看到有个弟子背着大包包来爬山，哦，那这个。慢慢的走到师尊的前面。好，我先讲这一句哦，就说你皈依真佛宗，对不对？阿弥有修法，又皈依师尊，啊，怎么会死在阴间？那难道你学佛了还不懂得放下吗？所以呢，等于说第一句告诉你，学佛。不一定懂得放弃啊，因为学佛就要改变命运，然后命运变得好，赚如意，还有个包包，对不对？你人生有多少个包包？所以学佛是你注册的开始，只是到学校注册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只是注册，还没有毕业。这个没有毕业的就到地狱继续训练。做魔鬼训练营，哦，这个意思就明白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同门，你们现在是属于注册阶段呢，还是读几年级呀？读师尊的书呢？你不要以为说就只有故事很好看，我觉得说去思考，去理解，你这个学佛到底学到什么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昨天那个青龙说我要闻思修，那闻思修修什么呢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我没有做坏事，对不对？这个背包包的人他也没做坏事，可是也是下地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皈依学佛注册了，没做坏事，会不会不下地狱？不能保证。我今天告诉你这个道理，每当多情啊。不能够保证 ，no promise， 好，这样你明白了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一开始被我威胁恐吓，推广文集就是来威胁恐吓大家，没有好好修，准备到地狱背包包啦，所以呢，这个人就背啊，然后呢，一双眼睛眯眯的，有点像这个这个什么。有点像蚂蚁背着龙眼壳，蚂蚁很小蚂蚁很小，但是背着龙眼壳，等把整个人都盖住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被一个东西压得喘不过来？这个莲缘法师是谁啊？慧圆黄慧圆讲，我莲缘法师阿弥陀佛，我是中立，很高兴在直播看到法师。现场有莲缘法师吗？网络直播。哦，连眼呐、啊，一个形在一个眼呐、啊，他可以写那个一元两元的元呐、啊，哈哈哈哈，你给人家改名字，你死定了，哈哈哈哈，好，没关系哦。现在现场还有槟城的同门哈、所以呢，你看师尊的文集，在看的时候，我包括我在看这个书，我第一次看，我也不会看到这个重点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现在听我讲才发现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不然下地狱
背东西、背包包有什么吗？就是他的业障，你们就读就啊，这人业障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很难看。你有没有想到说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犯什么错，犯什么罪？这篇故事你们读过了吗？有读过请举手。好，没读过的请举手。读过忘记的请举手。包括我。所以你在看第一次跟看第二次，啪，你就发现重点了。嘿，学佛归真佛宗，但是呢，也没做坏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下地狱，那你说那我干嘛学佛？嘿，那不学佛的话，本来下地狱，本来下地狱十八层，学佛下地狱变在第八层，还是下地狱？这个是我加上去的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人你看像一个蚂蚁，他背着那个龙眼壳，哇，看不到前面，哎，哇，这位而且是弟子哦，真佛宗弟子，我想不只是真佛宗弟子，很多学佛的，还有很多有的是吃素的，那吃素的呢，在家居士或者出家人，哇，他就觉得吃素是修行。有的呢，行善做善事，对不对？去布施，认为布施就是修行。哇，那到底修行是什么？因为《地藏经》有讲嘛，昨天跟你们介绍嘛，阎浮提，众生嘛，行善之人，临命终时，亦有百千恶鬼哦，变化这个鬼神来牵引亡者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《地藏经》讲。你行善，可是临终了，还是有很多恶鬼来把你接引啊！那你行善不是白做吗？其实是本来就要做。哇，东汉明天见。哎，我们明天是几点啊？几点去澳啊？正好12点。十二点好，那东汉明天12点到旅馆接我们啊。直播顺便哈、哦。与其说人生的包包实在太多了，要放下有点困难，因为这个里面牵涉太多因缘。好，那你就提起来好了。哎，我们那个现场都有网络，这个大家回应哈、哦。好了，再来讲这个包袱就是太重了，那双腿已经弯了，这个已经这个弟子在地狱，这个你看蚂蚁背龙眼壳都看不到前面。嘴巴开，啊啊啊，还在一直往上爬，哇！师尊讲，为什么你不放下包袱？不行啊，我不能够放下。师尊，人都死了啊，为什么不放下包袱啊？我没有做仙，我连死也不甘心啊！哇，连死也不甘心，那你背这个在地狱背这个包包，啊，能不能享受？享受不到。但是包拿着又很安全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师尊讲，那你背着这个包包要去哪里？要到哪里去啊？他说阎罗王要我们这个背这个包包的人集合在大阴山的前面，然后如果爬不上来，就要把我们的包包收回去。是哦。对不对？这个阎罗王也是，他那个讲话有陷害的哈。看看同门的留言，这里比较近可以看到哈。众因现前，执着财色名利，生前心中的光明没有修持出来，导致堕入不好的轮回。我们现场明阳令啊，就这个回忆了，谢谢你的回忆。所以呢，师尊一眼望去，果然在大阴山前面有大大小小的人。都背着包包往上爬，背着包包往上爬，好，而且呢，哇，像蚂蚁一样往前去哦，很显然的，每个都背着包包准备爬大阴山，嘿，然后呢，这些人，这个大阴山那么大，人呢像蚂蚁那么小，背着包包那么大，你看那蚂蚁爬那么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师尊讲一个笑话嘛，他说那个蚂蚁。跟大象结婚，然后两个要离婚啊？为什么要离婚？因为呢，蚂蚁说我好不容易爬爬爬爬到大象的嘴巴，才要 kiss 一下，大象一吹一个风，呼，我就蚂蚁就被吹走了。
哦，是在讲这个笑话，对不对？我们人像蚂蚁一样，哇，要爬，哎，何况要背着这个大包包，哎，那师尊讲啊，到底有没有人能够爬得过这个大阴山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爬得过？哇，师尊这个师尊说从来没有，哎，所以呢，本身活着的时候，嘿，会以为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，哎，人活着的时候的这个观念，到死的时候，这个观念还一直留着，会留到阴间，会留到阴间。所以这个学佛懂得转弯很重要，可是懂得转弯如何转弯，就是师尊的书可以提醒你，师尊的书可以让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该转弯了。学佛哦，帮助你家庭圆满，帮助你这个，帮助你哦，很多方面的。但是呢，人的祈求好像无止无尽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一直求到一辈子吗？你知道吗？有人哦，找师尊抱一个 baby， 抱个小孩来给师尊问事。这个小孩我们师尊莲生活佛哈，他现在在美国西雅图。那这个抱着小孩这个两个月的婴儿，要给我们的师父问事，不是问孩子的健康，不是问他健康，问他将来长大了要这个结婚的对象，将来的事业，将来结婚对象，将来什么？哦，所以。很多人想的太细太多。有一次哦，我们在台湾台中，那有一个医生的太太哦，说哎要来见我们师尊哦共餐，结果呢我们吃饭的当中，这个太太呢哇拿了一张纸，好、哦、不是一张，两张纸，哇拿两张纸写满满的问题，然后呢问师尊大概两个小时。我本来想说，哇，这个人问自己不打紧，问孩子，问孙子，问曾孙，什么都问。那为什么现在的人问事，他不问佛法？修行怎么修，佛法怎么修，都是在问这个，哪里问得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问的话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开放问事，宝贵就好了。哦，所以呢，人他永远没他的愿望，永远没有止境。那地藏菩萨他是很慈悲啊，在《地藏经》有讲，若未来世啊有这个未来世有人欲求百千万亿等愿，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瞻叹瞻礼供养地藏菩萨。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这地藏经有个满愿法，就说你求百千万亿的愿，百千万亿的事，但是你赞叹瞻礼供养地藏菩萨，可以满你的愿。人的愿望是无穷无尽的，真的。哎，但是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禅修，一个禅观的方法，除了希望说大家满了愿之余，想不想更大的解脱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那个法会哦，有拍到放光照片，这个我也蛮惊讶的，怎么会拍到放光照片？我看看在Happy Day Day， 对不对？Happy Day Day 拍到我们在做复活的时候有那个。头上有背光，的放光照片啊，看看现场的，给大家看看，昨天在做护摩的时候，那个头上有背光啊，放光照片，等一下网络上会把它贴出来。在修法，我们在念经，在修法，为什么有的人修他就有很强的 energy 法流？那为什么有的人修的时候那个法流就？不是很明显，甚至有时候越修就越想睡觉，就是你带着包袱在修法，跟没有带着包袱在修法，情况会不一样。
所以呢，等一下跟大家讲的，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上，啊，我们尽自己的责任去做就好，但是呢，还是要带着没有包袱来修法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人呢，哇，只能说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大阴山的山顶，大部分人只到了山的一半，就摔死了，全部都死翘翘，死的时候还紧抓着包包没有放。死的时候他说，刚刚那个人弟子哦，弟子他讲，我宁愿死也不放下包包，宁愿死，好，伤了自己的闺蜜。哎，你在笑什么？哎，碰了一下麦克风，然后很好笑。哈哈哈，好，那这个弟子呢？师尊就问弟子啊，你的包包装着什么？哇，这个装着房子啊、汽车啊、金银珠宝、妻子儿女啊，嘿嘿，哦，装着这些。那师尊就问说，还有什么呢？哎，他说还有名利地位，我都有，我全部放不下。师尊叫他，你放下吧。他说，这个是我唯一能唯一拥有的，如果我放下了，什么是我的？所以呢，等于说这个人在活着的时候皈依了师尊，学了佛，学了佛的目的在做什么？他没有了解人生的目的在做什么，没有了解生命的意义目的在做什么，也没有了解。我们师尊在他的文集《卢胜彦的经句》，他写什么叫做生命？生命是什么？哎，我看了我们师尊开悟的答案，我非常的震撼。他说根本没有生命。你说活着啊，怎么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活着啊，怎么会根本就没有生命？我们师尊讲，你现在看到了莲生活佛，过去没有莲生活佛，现在也会过去，将来我们师尊涅槃的也是没有莲生活佛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本没有生命。如果能够了解这个，哦，你把它实践了，将来可以至少可以证得罗汉，嘿，你会觉得说很震撼的，也很奇怪的，哎，所以如果禅师哦，他们两个在对话，哎，对话在讲话，有时候你真的听不懂。嘿嘿，对对，文字定铁牛，师父请问什么叫做开悟，什么叫做佛性？他说文字定铁牛，哎，什么叫文字 定铁牛？哎，我早上起来，哦，在公园，在那个公园散步，哎，那个脚啊，那个就被你们新加坡蚊子就叮了好几个，害我去买白花油去擦。哦，你那个蚊子很会挑选 A 餐 B 餐，哎，上次的肉比较嫩，哇，就给你一个，哎，大嘴硬大口硬，对不对？蚊子叮铁牛呢，人肉它叮得下去，铁牛叮得下去吗？定不下去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佛性？什么叫学这个空性？蚊子定铁牛下不了口，对不对？蚊子都下不了口，无论怎么讲，你都没办法讲出空性的风貌。嘿，其中一个师尊，我们师尊开悟的金句，根本没有生命，我根本没有生命，你根本没有生命。我们大家根本就没有生命，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，但是最后根本就一切都归于虚空，只有留一个永远永恒很久的佛性，一直生生世世跟我们在一起。慧心上师不会在意那条什么那条手珠随时随地要死咒。哦，你在讲什么不知道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是我们学佛，哎，的目的，了解我们这一世本来就是空幻的。但是你说，哎，那上师，如果大家都知道啊，哎，大家都知道本来都是一场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知道，可是你没有经过学佛，你哪里知道会空到什么样的
把你验证。如果你能够学佛 的当中放下包袱，那么呢，佛菩萨更爱你，因为你的心更接近于佛菩萨的心。啊，我只能简单这样子讲了。所以哇，放下吧，这是唯一拥有的。我放下了什么才是我的？根本连生命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在师尊的佛眼的眼界，连生命都不是你的。好，所以师尊讲，生是生如幻，心不可得。这个是师尊开悟的语句，大家可以去想。哇，剩35分钟，好，所以师尊讲，一切所有毕竟空，十八界都是空。你说是有，仍然是无；一切因缘有，一切因缘空。不要去执着，如此才安逸。这个我们师尊讲，你知道什么叫十八界空？你会认为有的，你看霍威君上师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师尊最近开始。慧君救了师尊、为什么？因为师尊呢跟慧君有一天呢走去森林啊，师尊呢跟慧君在走路，师尊比较轻，慧君比较重，然后呢突然也是老虎，哇，出来了老虎了，要咬谁？咬那个肉比较多的。然后师尊呢也跑，慧君也跑，结果师尊跑到前面，慧君是平脚丫，对不对？哇，平脚丫跑得比较慢，师尊啊，等等我，师傅，我不管你，我先走了，这是我加上去的啊。然后老虎一看，这个跑得比较慢，咔，把吃了。所以，于是慧君终于救了师尊。耶所以吃胖会救师尊，这师尊讲的笑话。当然，如果有一天我能这样救师尊，我也觉得蛮好的哎。不过咬下去以后不要痛就好了。不过生命就是这样子啊，人家问释迦牟尼佛生命是什么，呼吸之间，一呼一吸，你没有呼吸，我告诉你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你刚停5分钟，你马上就没生命，生命是呼吸之间，那所以你在看人的形象啊，是胖瘦肥或者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眼睛看嘛，耳朵听嘛，对不对？鼻子闻嘛，中午吃饭，哇，对不对？嘴巴嘛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嘛，好，六根六识六尘，简单来讲就是十八界。你修到十八界空，所以呢，心经不是讲吗？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无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叫你不要看、不要听，不要，对不对？那你当瞎子好了，把那个刀哈刺一下，你就不用。变瞎子啊？不是这样，简单来讲，第一个你不要执着，第二个你是用禅定的方法做断做妄，到了做妄的境界，才能够进到十八界空的境界。这个呢，要讲这个要讲一堂课，改天再把资料呢，有机会再跟大家报告。所以呢，人家是这样子哦。师尊是讲到说，我们的这肉身其实毕竟都是虚幻的，因为活着的时候不了解这个肉身毕竟是虚幻的，你眼睛看到的是虚幻的，耳朵听到的，这些暂时有，但是毕竟都是虚幻的。你现在听到我在讲，过了半个小时，你滑手机看那个电视，哇，30分钟啊，欧巴好看，猪蹄舞好看，哇，好看。我现在讲的你全部归虚空幻啊，所以人的记忆力不会那么快，不会那么长久的，要不断的练习。师尊的书，一本好书或者佛经，什么才是你的呢？就是当你要开始启用他的智慧，那个句子那一页才是属于你的，否则你是听过去一目十行，过目即忘，好像在打太极。一个西瓜分成两半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他，对不对？人都会打太极呀，啊，所以呢，你会看到，你看昨天我们读书会，昨天晚上又是什么红财神，对不对？前天我在什么万隆，前天晚上我在雅加达，在前天我在巴厘岛，我在跟鸟一起玩，在前天巴厘岛，在前天。
马拉多，那个印尼的万里阿劳，哇，然后呢，又之前又到缅南，又之前又从哪里飞过来？新山，新加坡飞到印尼，人生像梦一样，在梦幻。你会觉得，你有没有想到你前几天在做的，忘记了吧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哇，这一天才是我重要的日子，这一天的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普贤菩萨的记忆嘛，对不对？你哪一天对你是重要的，那其实重要的也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人生最后还是会过去。这位师兄呢，归真佛宗，他不明白人生最后毕竟会过去，人生最后毕竟还是空幻的。他还说，如果我放下了包袱，什么是我拥有的，可以拥有永远永恒拥有的？嘿，今天可以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不管你，我们有几位上师哦，几位，就是我最近看到的，我们师尊开示的，像莲灯上师，他在病床，对不对？肺腺癌，你说肺腺癌不是病业障很重吗？嘿，可是呢，他不管业障，不管肉身，不管这个肉身，不管业障，业障归业障，佛性归佛性，我只管我是佛。后来成就成佛，被我们师尊印证成佛，还有我们师尊升到色界天、五不凡天，有个叫无凡天的，有一位什么？我们的莲品，品德的品，莲品上师，师尊在无凡天天界看到他，哎，你为什么可以上去？他说：“师尊，我的心脏是装电池，你有没有听过心脏旁边装个电池？”随时呢，我听着心脏会搏动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没有电，它就停电了。什么呀？因为他有心脏病，那人家告诉他，你有心脏病，你不要搭飞机了，搭飞机去西雅图见师尊。他说，我的命啊，已经不久了，如果我还见不到师父，还没得到师父加持，嘿，我这个命有什么用？嘿，他认为生命。所以他在活着的时候，他竟然证悟了一个东西，证悟什么东西？我一定死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开悟的话，一个开悟的话。哎，那更大的开悟是没有生没有死，不生不灭。哎，但是能够证悟到说我的命迟早都会死，也就放下了生死。放下生死，这个一放下包袱放了，他临终往生，他也做很多慈善，做很多法官活动，他直接升到无凡天。无凡天上面是无热天，那个是有一位师兄叫莲花铁运师兄，他证得阿罗汉，在诸天的阶梯。他为什么证得阿罗汉？他说根本就没有生。就是我们师父讲根本没有生命，证得阿罗汉。所以什么是你的？那证得佛道的是莲灯上师。因为怎么样，病大家讲生病，病又怎么样？生病照样禅定，生病照样修法。他病到咳血哦，肺癌咳血，可是呢他继续修法，他完全不在乎，继续修行。那师尊来了，他也是这个在台湾，他也是抱着病来见师尊的这位上师。还有一位十六世大宝法王，是我们师尊的师父。哇，他是什么胃癌？有人生了病，癌症，修行人不是业障消除吗？怎么还会有癌症？你们如果用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就眼光太短浅了。他仍然不昧因果，有业障有业报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宝法王是我们师尊的师父，他往生的时候心温的，头是温的，直接成佛。嘿，这位大宝法王，师尊讲怎么样，他涅槃之前已经禅定了好几天，入三昧，
而涅槃，癌症哎，胃癌哎，所以你看人的身体生命是什么？生命几乎就是一个幻灭，是一个泡泡。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，让你知道这个生命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弟子不明白，所以师尊跟他讲，这个毕竟是空幻的。弟子说他还是不明白。那这位弟子呢，就跟所有的人一样，在爬山，爬着沉重无比的山，所有的人哦，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样，只爬到了一半，全部都死掉了，或者一半都没有爬到就死掉了。这些背着大包袱来爬山的，前仆后继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爬着爬着，从来就没有丢过包包。这些人真的很可怜。他们说，然后呢，师尊那些背着大包袱爬山的人，还以为师尊没有背包包的才可怜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地狱变现。师尊说他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。好，这个就是背着这个大包包爬山的，你说聪明还是笨？好，这个是第一篇跟大家介绍了。哇，看风力说什么？今晚12号是在西雅图的要是同修之后，有提到台中空污严重，所以肺腺癌病患增加20%。那个有时候看看同门的留言那个慧莲令能够放下，明白世间一切的空幻，就会想到解脱六道，加上实质意念，根本上是本尊护法，临终三根本来接引，就会顺利的上莲台。所以呢，有一位弟子也是学佛的，你说临终广生，然后呢，他见到了莲花童子来接引。这个我们师尊来接引，他就上了莲台，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哇，等一下他的孩子在叫爸爸，不要走啦，太太叫老公啊，我们欠的债什么时候还啊？孩子的那个他的爸爸妈妈说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啊，你那么年轻就走了，我们两个老的怎么养你啊？怎么被你养，对不对啊？家里的钱财，那个呢？本来上莲台的那位弟子，从莲台啪啪啪走下来耶，这样子走下来，哇，然后呢，师尊在旁边呼唤，这位弟子不要回头看，这位弟子呢，仍然还是听家里人哭声。哭声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那个所以有吵死人，就是这样，擦稀啦。有人如果往生的话，你不要吵死人，吵死人。后来啊，这个人呢，被师尊一喊，说师尊说什么是你的，也是这样子喊，什么才是你的？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什么才是你的？啪醒来。赶快跟着师尊搭着莲花，屁股赶快走，不要往回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，对不对？所谓临终的放下，不是死的时候放下，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，你都在学习这个放下的过程，才叫做放下。如果你临终在学放下，你会放不下，你会放下才怪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时间关系，我等一下后半段会带大家观修不净观，我们再来学师尊讲的无我，我们中间中场我们来请佛住世好不好？请我们的师尊还有所有的佛陀住到世间，转世到世间来啊，帮助所有的众生能够明白佛理，早日解脱。唱南无华光自在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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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华光
在佛，南无华光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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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佛。我们在这里祈愿我们的根本传上师圣尊莲生活佛，我们的华光自在佛，所有虚空中所有的如来佛菩萨圣者，能够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所有的圣者能够多多转世来救度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下一篇呢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，不知道来得及吗？我刚刚读书会直播是从2:30开始，是不是？2:30几点开始不知道，就看了，我还剩15分钟，好，那讲快一点。第二篇讲不要伤，不要堕胎，意思是不要堕胎哦。现场有堕胎的请举手，不好意思举手的请举手。好，那师尊是主张不要堕胎，怀胎的人呢没有权利堕胎，医生也没有权利堕胎，谁有权利堕胎？根本没有权利堕胎。好，讲完了。生命啊，因为啊，胎还是一个生命。有师兄告诉我们，他亲自看到那个医生在堕胎的时候的那个影片，堕胎啊，那是妇女打开她生产的产道，拿着钳子或者吸的，好，他会让你知道他你是怎么被堕胎的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把胎儿夹出来，这胎儿会痛会扭曲，会痛会转来转去的，好，或者呢，把活生生的婴儿的头啪压碎，抽出来拼成个人的形状，他抓出来婴儿还会挣扎，所以呢，这个。有没有灵，对不对？胎灵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就是讲说，在就算国家政府赞成，这个堕胎合法化，可是我们师尊还是反对堕胎，因为呢，就算在恶劣的环境，也不可以堕胎，也不可以杀胎。就算这个胎儿长出来是畸形的，也不可以，除非它是死胎。才可以流出来，因为已经死了。就算畸形的或者命生下来也活不久，但是还是活着，都没有权利堕胎。这是我们师尊讲的。所以呢，师尊在阴间看到了太多的水子灵聚集在一起，那叫的声音，昨天呢下午有打雷，雷声很大嘛，对不对？雷的声音，天地之间最大的声音是雷声，但是胎水子灵叫的声音竟然比雷声还要大，为什么？怨气冲天，哇，我的爸爸妈妈只要我的弟弟妹妹都不要我，我还没长成，对不对？我本来很可爱的，长成这个样子，我已经长到55岁，他竟然把我堕胎。我要掐死我爸爸妈妈，全部跑去阎罗王那边跟他索逃命令牌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啊，我报名法会，报名法会有超度到他们的，有吗？那胎灵能够那么快就放下怨恨吗？对不对？那个一个蚊子叮到你，对不对？咬到你都会给他啪一个大手印啊！何况是你直接断了他的生命，断了他的头啊！他不气死才怪。他看到他的弟弟妹妹长得健康活泼好看，对不对？有的父母他只要那个男胎不要女胎，女的就被堕胎。他看到弟弟长得那么好，他很愤怒很嫉妒，
当然要让他的弟弟过得不好的日子。所以以前在马来西亚弘法，我就看到有一对夫妻堕了五胎，堕了我不知道几胎了，忘记了，生下来的小孩全部都是糖尿病。芝加哥有一对夫妻堕了五胎，男生已经得到骨癌 bone cancer， 人都很善良，都很好，常常也帮忙做善事，可是呢，就这个堕胎的业障，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一直都很不好，冤结很难解。你杀了人，冤结很难解。你不要以为水子里很小，他没有感觉了，他是很怨恨的，充满着怨恨，所以呢，这个诗人讲说，这个阎罗王啊，水子里大姑，那阎罗王讲世人无知，任意堕胎，不珍惜胎儿的生命，还凭一己的喜好来堕胎，不负生育的责任。我今天敕令你们这些水子灵去讨你父母的生命。哇，所以你为什么会乖乖的这里痛痛的？有人好像有拍到灵异照片，拍到说那个水子灵附在身上的，一个身上背着好几个，你不要问出你好几个。有人睡觉做梦，也会梦到自己的胎儿。所以你说报名，你的心都要不要跟他们 say sorry， 要忏悔？那忏悔要忏悔几次呢？要不要抱歉说这个生命是在以前是无知之下，对不对？无知都不懂得之下就把它放弃了，真的是要无穷无尽的忏悔，帮他们皈依师尊，报名法会。在水子林的这个彩虹山庄的有水子林山庄，好，或者我们雷藏寺也可以安排位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安排位，还要父母本人天天念经念咒回向，高王经啊、往生咒啊、百世明咒，念经咒回向，还要真心忏悔，对不对？平息怨恨。你说你得罪人，你今天得罪了一个好朋友，好朋友几年不跟你讲话，才得罪他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人就会生气了，何况是他，你结束了，让他完全都来不及长大。所以师尊讲啊，他说有个女孩子就连堕两胎，连堕两胎，两个水子里依附在这个女的，变成卵巢瘤。那师尊有叫他特别安那个胎，而且传授他七佛灭罪真言。然后呢，他就真正的念七佛灭罪真言，念这个咒，然后他的那个业障才慢慢好，胎瘤上这个水子里的这个卵巢瘤才慢慢的好。那有人问师尊，孽子种怎么办？比如说遇到坏人，被坏人欺负了，然后怀孕。师尊讲，这个只要是生命都不可以堕胎。你再恨、再气、再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怀了胎，你大不了生下来，那就放在孤儿院，或者用方法去让给别人都可以，都不可以结束这个生命。所以师尊呢，亲眼看到水子灵在阴间哭声震天降响。哇，像打雷一样，他群聚像洪水一样的激荡，呼唤纳命来。这个澎湃消后，世人不知道这个水子灵的这个业障。这篇很简单的，所以师尊讲说，人生灾厄多，逆境多，烦恼多，苦难多，为什么多？你会讲说，你这个人是打了灯笼都很难找到的大好人。对啊，我觉得有很多同门都心很善良，很慈悲，对我们也很恭敬，那也愿意舍做很多善事，可是就是病不好，那个生病，那个病就病业就是不好。有一些如果是有水子灵的，应该要注意这个堕胎的问题，还是要解这个冤结。这个是关于误伤胎命的故事啊。
哎，我看看网络上同门回信啊，哎，那个留言说替英灵在庙或者佛堂安奉灵位，并报名超度法会，也可以解冤结。解冤结，我认为在解这个心。嘿，曾经呢，有人在西雅图的彩虹雷藏寺安的水子灵。那这个安的水子灵师尊呢，每个礼拜都会在彩虹山庄、彩虹雷藏寺做护摩法会开示，对不对？其中有个水子灵哦，听到我们师尊讲了两个字。无争，好、哦，无就是没有空无的无，争是言字旁，在一个争斗的争，哎，无争。这个水子灵呢，哎，他还算是有智慧的，他就听我们师尊在讲无争无争，慢慢他本来是充满着怨恨，充满着冤气，哎，你知道那种有怨哈、哦，很难往生。你不要说，哎、欸，回向冤亲债主，哎、欸，回向这一世哇，累劫累世的冤亲债主，哎、欸，如果有个人这一世得罪你，那你恨他几十年，嘿嘿，你去看那个电视剧哦，我恨你，几十年的都有，何况是那个冤亲债主，何况是水子灵，一个冤结你要解不容易解，但是呢，那个水子灵是很有智慧的，他听了我们师尊的开示。他慢慢学习无争，很多事情呢也不需要再争斗了，因为毕竟都是空幻的、虚幻的，都有因缘。放下了斗争的心，放下怨恨的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教人家放下怨恨，哎，其实我们哦没有资格教水子灵，教冤亲债主。放下怨恨，因为那都是我们害怕的嘛，变成冤亲债主，而且我扒你一下，那叫你、欸、放下怨恨，你死了没？他才不管你。但是那个水子灵却是听到师尊讲放下怨恨，他每天都学哦，哎，都是学这个字、啊。原来怨恨是他的包袱，好，然后呢？他不但自己放下，他还教导别的水子灵也要放下。哦，原来水子灵还有老师的，还有队长啊，哎，然后呢，哇，他慢慢的、慢慢的，身上开始有光，已经不变成鬼了。所以呢，要脱离这个鬼的身，还要放下那个恨、贪、嗔、痴、斗、习气。哎，要脱离鬼身，所以有人活着呢。师尊讲，一日不修，一日是鬼。哎，因为还有这些习气哦。其实呢，是一半是人，一半是鬼。呵呵，你去看那个《地狱变现记》哦，好几篇，这个人在这个阳世间活着，可是一半的魂已经到地狱了，哎，在受阴间的惩罚了，这是半人半鬼。但是呢，人也可能半人半神，师尊讲他是阿凡达，啊，半人半神，就说你虽然人活着，可是你的心因为明白空、明白无、明白虚幻、明白无我，哎，你也有那个境界，也有那种心境，是一半是人，一半是神的境界，哦，我们那个美国有位孙师姐，她就是这样。那这位水子灵呢，他因为放下了，然后也教导别的水子灵要放下，嘿，就身上慢慢光慢慢出现了，然后有一天突然啪不见了，升到虚焰摩天啊，欲界的其中一个天，欲界天。那个天呢，师尊在游历诸天的阶梯看到了这个水子灵，水子灵呢那个时候已经是不是水子灵了，是虚焰摩天的天人，非常的漂亮，光明璀璨。你看一个放下包袱，就是天人，就是天神。其实他继续在修，啊、哦，继续在修其他的一些习气，在放下，还可以到更高的境界。你看那个放下的那个境界就可以这样子了。
我讲到说我在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到半神人的有谁？美国四大妈，加州四大妈，有一位叫孙爱珍师姐，她常常呢，我那次去她家，桌上她的桌上都是师尊的书，她在抄师尊的金句，哎，说不定我们现场也有半神人的推广师尊文集的。这位师姐呢，她呢常常拜观世音菩萨。师尊讲他跟观世音菩萨的脸都长得很像，师尊讲他已经成就了现前的观世音菩萨，已经有观世音菩萨的果位。然后呢，我到他家，他家的厕所跟佛堂的道场的法流一样的强，整个家宅全部都是佛光。就这么厉害，我那时候我就吓一跳，哇，有人家的厕所，他走到哪里都是清净的。然后呢，孙爱珍师姐有一天，他就请问我们师尊，为什么他可以修正观世音菩萨的本尊法？师尊告诉他，你的心无所求，没有包袱，然后常帮助别人，心无所求，普空寂，对不对？王安师讲的，这道心无所求不容易哦，能够做，很多都只会讲啊，我心无所求啊，要用讲的，他不是啊，他默默做，但是他完全都无求，大家可以思维这个境界是怎么样。好，那今天呢就介绍这两篇《地狱变现记》，对不对？背着大包袱爬山，误伤胎蜜，那我们。这一集先这位随时你很棒，好，那我们先介绍到这里，那我们这一集的读书会直播先暂时告一个段落。我们呢每次都会跟大家跟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来唱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将来我要往生的时候，我要告诉自己，慧君上师放下读书会，放下真火天空新闻台，放下一些法务，跟着莲花童子往生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是要，最后都是要放下的。讲到误伤胎命，水子里现在知道了。那我们对于所有的众生啊、还是抱着。用大爱的精神去珍惜，那以前做过的我们就想办法去补救，看到有人有业障有水子灵的、这个我们用佛法来跟他们、教导、让大家启发，其实说众生都是有生命的，但是呢这位生虚夜摩天的水子灵，他放下了斗争，放下了怨恨，
因为放下才可以往生，对不对？升天，哎，希望所有的幽冥众生，也还有我们人都能够学习放下精神。好，我们呢，哎，我们伟大的师尊啾咪会不会？啾咪是韩国的，我爱你，我的师父啾咪 ，I said， 哎 ，I said 是日本的，好，亚比，亚比是哪一国的？忘记了，布灵布灵。祝大家得法财在布施。好，下一集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我们网络再见，欢迎大家按赞、转贴、分享，拜拜。